好，大家好，我们在小豆岛，我们现在又在爬山。为什么每次跟小林出来都在爬山呢？为什么？到了，然后这个，哎，这边风景很美，救命而已。等等，你放的脚吗？对，好像一直抱怨。抱怨比较 real， 日本人不是什么都很好吃哦，好好吃啊！哇，橄榄的味道。前面是高屋神社，但这边有名的是后面这个天空的鸟居。累了，就是农波利。奶油蛋黄意大利面，但是把它换成乌龙面的味道。现在在哪里？徳島。Check in。欢迎光临。那应该就是复刻那个意大利的教堂吧。Destiny has my name, no, it's coming, it'll never go. I know that we are gonna be alright. We gon' make it through if it takes us all night. No matter what the odds may bring our way, I can see the blessings coming our way. Yeah. 评价。这个很棒哎，有个性。屁的，你看我是这样讲哦。总来一点五，一点五。你说里面东西都太假了，像小朋友画的。没有没有，你不没有。哎，你不能在镜头面前就假装很喜欢哎。这里很棒哎。好像来到意大利的感觉，好感人，快哭。这边就是呢，看起来是真的，但是如果你走近一点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输出品，大图输出之后，然后把它刷得旧旧的感觉。你有路。日本的坏话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你的脸就知道。I pray I'm your reflection, I fiend for your correction. The cross brought the connection, and through Jesus is perfection. Life done hit me crazy, been more stressed than ever. Living like whatever. 哎，我们第三天到了德岛，对，这是海边。我们在名门这个地方，然后这边最有名就是漩涡。但是呢，早上可能有点下雨，所以我们就先去做一个静态的活动。我们去了美术馆，然后是这边算是很有名的，叫做奥斯卡大冢国际美术馆。但是刚刚看完呢，觉得要来看看吗？嗯，蛮推荐的。推荐的吗？是这样吗？你刚刚不是这样讲的耶。每天都吃面欸。嗯，真的。食物是你的负责，食物是我负责，最好是。我是风景的负责，是吗？反正就是要买票来这个桥的下面，来这边这个通道走，就可以看到漩涡。一定要在就是他讲说有漩涡的时间来，一天好像有两个时段吧，对。
蛮喜欢这个景点的，虽然风很大，而且因为上面是桥嘛，所以大车经过都会整个舰体都会一直晃的嘛。而且真的看到很多漩涡，很有趣。不过风蛮大的，而且要走蛮长一段的，但是我觉得风景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All I see is blessings, got no time for stressing. Don't believe in failures in my life, it's only lessons. They just make room for what I'm on now. I don't got a clue, but I know the one. 起床，开心吗？非常，我喜欢这种无厘头的文化。这个是一个和歌山那边的一个高尾山，高亚山，高亚山，对，那边的一个有连接的地方。那边的那个浪荡是同一个东西。哦，因为石鼓里面有总共44个一个很重要的这些地方，一个 Tera、对，然后这个是第一个，那剩下的43个怎么办？第一个就应该差不多吧，有44分的效果，我觉得。不是，哇，很多哟。原来徳島的特色就是鸡肉，是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喜欢这个，很厚哎。好吃吗？很好吃。对焦，对焦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比刚刚的好好吃，对，很厉害，这个真的有高级的味道，价钱差不多，但是他们的土谷島的就比较厚，很嫩，很好吃，I feel you drawing closer. Lord, make me better. Take me, shape me, use me. I am yours. Take me, break me. 哪一个好吃？都很好吃。这个有特色的感觉。你说哪个鸡吗？但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是这个大蒜炸的，这都很好吃。我觉得4.5颗星。嘿、hey, 大家早安，这是我们来四国的最后一天。对，我啦，我今天晚上就要搭夜车回新宿了。我不知道他还会继续留在这边，作为就是摄影师，为他以后的书啊、摄影集做准备。那一大早就被拉来一个瀑布，然后这边还是徳島嘛，还是德岛。然后我们再逛几个点之后，我们就会去高知了。然后今天晚上就是从高知再搭夜车回东京。漂亮，毛不行。对啊，有蛇，你看。サンダル履きは危険です。
这里是哪里？高知県の商店街に到着しました。中文。商店街。对。这店都没有开啊。嗯。这个疫情的关系吗？不知道。像太乡下的关系。嗯。跟疫情的关系。对，这两个理由结合，就是没有人。嗯。好吃吗？好吃，面有一点点硬。哦，那我喜欢，我喜欢硬面。我也是。好像阿芙里。不会吧？我很讨厌阿芙里，因为我们点的是那个柚子沾面。伝説の唐揚げ，传说的鸡。点。但是这次阿吉蛮多普通，妈妈煮的，他那个。拜拜拜拜，我要回去了，我现在要做夜班回去，收工。对，我收工了。小林继续在这边对拍摄，拜拜拜拜，ありがとう，拜拜拜拜，ありがとう，お疲れ。明日が不安だ、とても嫌だ。だからこの僕も一緒に飲み込んでしまえよ、夕焼け。好了好了。